Hello，各位同学啊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 HSK 五哈，Lesson Three 第三课的 Notes 部分，注释的部分。那第一个词呢是各自，分开、分头，这样的意思啊，separately，各自，它表示什么呢？作为一个代词哈。作为代词 pronoun，指人自己或者说各个方面中自己的一方，常和所指的对象呢一起做主语或者说做定语。那我们来看到，比如说中场呢休息的时间到了，这个比赛的双方呢各队员呢各自回场休息，这个呢。就作为主语啊，subject。刘经理认真看了三家广告公司各自，他们三家各自提交的计划。这都是做主语。那做定语，比如说在各自的房间，他们在各自的房间。一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。他们，这个是定语。各自的房间，一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，那我们来完成这个句子啊，它被盗，快毕业了，同学们什么？各自回老家了，sorry，秋天到了，有一部分。飞往南方，留下来的也开始过，做过冬的准备。秋天到了，动物各自，各自怎么样？秋天到了，要过冬，对吧？有些飞往南方过。有些呢留下来，也开始做过冬的准备。秋天到了，动物们各自忙起来了。有一部分啊，任务我们都清楚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各自做定语啊，我都给大家。给大家安排了各自的什么任务？你们都清楚吗？都清楚了吗？不是，那个句号，不是个问句啊。不啊，就是 no。那一般呢，在什么书面语里面表示什么？forbidden，禁止，劝阻。不要，相当于不要啊。比如说，非工作人员，请勿入内。请不要进来。网上购票者需注意网站的这个安全性，切勿什么上当受骗啊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可上山勿下海。山上的话呢，可能有一些。野兽啊，可能也有危险，但海的危险更大啊！海里面有，master 高外物啊，那还有什么？风浪还是很危险的，可上山勿下海啊。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，大多数宾馆房门上呢都挂什么一块牌子，提醒服务员们不要打扰。不要打扰什么客人休息，那这个牌子应该就写着什么？请勿打扰，请勿打扰的牌子啊。为了他人的健康，请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。那为了他人健康，请勿啊。一般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牌子啊，请勿抽烟。
那包括呢，表示什么呀？哎，include，包含某各个部分。那也可以强调某一部分呢。可以什么？相当于include，也可以作为补充或举例啊，complement。我们来看到第一种用法，作为动词啊，汉语技能教学呢，包括什么？听、说、读、写四个方面。尤其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重说啊，一定要说，开口说啊。学习呢，其实包含学和习啊，包括学和习。两层意思，学呢就是学习知识，习呢是实践，to practice 练习的意思，所以学习啊是两个意思。包括翟峰的父母，所有人都觉得翟峰呢疯了啊，我们班所有人。包括最不爱运动的刘芳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，他就强调了啊，强调 emphasize 啊，最不爱运动的刘芳也参加了啊。OK，世界上用筷子的国家主要什么？主要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。稍许 Asia 一些国家，比如说泰国、缅甸、越南、老挝，等等，华人呢比较多，也会用筷子。这个节目全家人都喜欢，也很爱看，包括不喜欢看电视的。爸爸的爷爷啊，他喜欢看报纸，老人家啊也喜欢看，这个就强调啊。听说你们的班主任王老师生病了，生病住院了，是的，我们都去看他了，我们都去医院吧，都去医院看望他了，包括一些学生的父母也过去看很好的老师啊。OK，时刻呢表示什么？一段时间，做个名词，一段时间。短的时间，在最后时刻为 example，他为本队踢进了赢得比赛的关键一球。美好的时刻过去后是一个个紧张的夜晚。那时刻呢，也可以做什么？adverb，表示时刻，每时每刻，every moment，准备做某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们非常需要呢你这样的人才，只要你愿意，公司的大门时刻开着，为你开着。工作中他时时刻刻，重叠一下也可以啊，时时刻刻表示 emphasize 强调，那重叠呢一般会强调他的意思，强化他的意思，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乘客的安全。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都不要看清自己时刻努力学习，好吧，努力学习时刻准备着，因为什么？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着，因为工作的需要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什么时刻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时刻
开着手机，因为怕客户什么早嘛。你为什么这么感谢他呢？你为什么这么感谢他？因为他帮助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记。那这是 not 部分啊，我们来看到这个词语的搭配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动词加宾语啊，这些结构啊，轮流 at on， 轮流驾船开船，轮流休息，轮流什么 take care 照看病人，对吧？盼望什么 look for good news， 盼望好的消息，盼望过年。盼望什么成功 ？success。定语加中性语修饰，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啊。稳定的工作，稳定的收入，稳定的关系很好，稳定的生活，平静 ，quiet， 平静的海面，平静的心情 ，peaceful。平静的生活，平静的心情，都很羡慕啊。状语加中心语，一般是用的啊，图也的啊，紧紧的拥抱，热情的拥抱啊，热情的拥抱，为生活，为工作，为考试发愁啊，为什么发愁啊？中心语再加补语啊，撞倒，这是一个人，倒了，撞倒了 ，hit 啊，撞伤了，受伤了，啊，撞这个笔，撞断了啊，撞开。开了，分开了，漏光，漏掉了，哇，这杯牛奶这里有一个小洞，漏了，漏了，掉出来了，漏出来了都可以啊，这样一个补语，其实汉语里面呢就是这样一些结构啊，大家熟悉它是怎么用的就比较好了。数量词再加名词，一顿饭，一顿海鲜。道呢，一道闪电，在数量词也要学，因为数量词呢大家还是要记住一些啊，跟英语差不多了，这个大家理解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舒服和舒适，那都市形容词呢表示什么 easy, relaxing 表示什么放松的，愉快的，饭店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舒适的房间，舒服的房间。那不同点呢是什么呀？第一个，舒适多用于书面语，舒服很舒服啊 ，spoken Chinese 里面啊比较多。那它有不同的侧重点。那这个舒适呢，表示什么呢？环境给人的整体感受 ，environment。但舒服呢？也可以是身体上的，也可以是什么 mind 啊 ，spirits 都可以。它是一种什么，subjective feeling 啊，一个 kind of feeling。比如说这款车内部呢，空间宽大，乘坐舒适。乘坐舒适，一般什么，书面语啊都比较简短啊，我判断得出来。口语呢，它。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的看电视，我们需要一个轻松舒适的生活环境，
听了他的话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那舒舒服服呢，是可以重叠用的，舒服，重叠形式还可以作为活动词，还可以活用作动词啊 ，wet 表示舒服舒服，洗个澡，洗个热水澡，舒服舒服啊，让自己舒服，让你舒服，让客户舒服，让客户舒服舒服啊，都可以，所以还是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经常一些完形填空有这些词出现的时候，还是蛮难的，大家要耐心的学。那我们来看到这个，选词填空。早晨呢，收拾完房间后，妈妈喜欢什么？舒服的，舒服的坐在kind of feeling 身体上的 body， 那这个躺椅上休息一下。那就不能用舒适，舒适是形容什么？环境，侧重于环境给人的这种感觉。这家餐厅装修精美，环境，环境舒适，而且是什么？书面语里面，环境舒适。我今天脖子有点什么不舒服，左右转动有点疼。这艘客船呢，就像高级宾馆一样，除了有什么舒服的客舱，或者说舒适的客舱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了。舒服的、舒适的客舱外呢，还有餐厅、电影院、商店、舞厅、游泳池等啊。OK， 那我们来看到练习部分 exercise， loaf 随时，辞职，待遇，这个是稳定，六是发愁。由于在个人什么呀？待遇上 salary 啊 ，bonus 啊 ，holiday 啊，对吧？他最后呢拒绝了这家公司的邀请。现在让许多工厂老板什么？发愁，让什么什么发愁。的是什么呢？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什么很难找。莉莉到家后发现刚买的酸奶中有一段有一袋是漏的，是坏的，要退。好的，你决定了以后呢，随时什么都可以给我发消息。你考虑好以后呢，随时什么给我们打电话。叫随时，any moment， 公司已经接受了他什么呀？接受了他的什么辞职的请求？quit， 我待过几家公司，很感激啊，也经常辞职啊。张老师认为王丽的成绩一直什么都很稳定，这次考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。OK， 我们来看到这些词语啊。听到这个好消息后，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什么不能平静，不能平静，心情不能平静啊。你冷静一下，表示你的脾气 temper 啊。王奶奶说呢，她每天都会锻炼身体，身体好了，自己什么舒服，自己舒服 ，comfortable。那舒适表示什么？环境，舒适的房间可以对吧？现在父母、妻子和孩子什么都盼望着他早日学成回国，盼望着。都盼望着他早日回国，希望啊。那如果用希望应该怎么用呢？父母、妻子和孩子都希望他早日学成回国。希望他早日回国。那个盼望着啊，我们盼望着可以这样用。加着，
希望他早日学成归国是可以的，就不能用 the。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，是一个信息的时代，互联网的时代啊，这个时代时刻呢啊，某一段时间，比较短的，你知道一刻呢是15分钟嘛，对吧？那时代呢，是吧？可能就是十几年，甚至100年，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一样的。OK，那我们来看到，连线搭配时域，等待啊，等待机会，驾驶呢是驾驶汽车，人流打扫房间，拥抱世界，就了解世界。大家呢学习好汉语就可以了解中国，了解更大的世界啊。稳定的水平，它的水平很稳定。很好。舒适，这个舒适的座位，可以。平静的江面没有浪，wave，这个轻松的时刻，easy time。OK，我们来看到这个复苏课文啊，这个就有意思啦。翟峰的爱好啊，翟峰呢？他的人生还挺好的，工作什么很稳定，有车有房，有老婆有孩子啊，孩子也女儿吧，非常漂亮。他们生活还是很舒适的。但是呢，他觉得未来还是少了点什么，觉得有什么，觉得 boring，就上班下班。有一天呢，他看什么，帆船的电视节目，对吧？然后喜欢上了这个帆船，就想着去航行，去旅游，然后呢，他什么把工作辞了，把车子啊、房子都给卖了，然后买了一艘呢二手的这个帆船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，包括他的父母也都觉得他疯了啊。然后航海的经历哈，他这个。哎，出发，他的处女航，首航，然后呢，他们是出海，然后开船呢是两个人，夫妻两个人，这个轮流开的，他们最喜欢的时刻，最美好的时刻呢，就是每天傍晚，孩子呢在那里画着画，他自己在那里看书，还有妻子呢，在做饭啊，可以做海鲜大餐，对吧？都是他们下海呢去做、去抓的，什么鱼呀，什么什么虾呀，八爪鱼呀，鱿鱼呀，得，各自盼望，他们这个盼望的下各自我忘了，some situation I forgot。但盼望着他们下一次去旅行，想什么？到了什么刮南风的时候，顺着这个风呢，去这个澳洲转一圈啊，那就更远的路程了。OK，天气这个很重要啊，比如说这个预报，天气预报，彩虹，雷 thunder，闪电。闪电和雷，雾啊雾，fog，sorry，my god，又搞混了啊，跟青蛙跟 wolf 搞混了 ，OK，你像下雨，雷阵雨，这个阴天，多云，雨转晴天啊，这些呢，下雪这些描述天气 weather words 啊，大家要清楚，比较常用的啊。然后这个呢是生产的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，那这个呢是零件，
零件，手工，Jeff 吧，维修，维修 repair，机器 machine，产品设备，设施设备跟设施有什么区别呢？设备一般就是一些机器呀，设施的话呢面就广一点的，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公共的设施，那可能公路啊，这个地铁啊，公交等等，这些都叫设施，设备。工具啊，工具 tool，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日出后，江面上浓浓的什么大雾开始什么慢慢的散去，哎，听天气预报说，预报明天有雨，要降温，大家要多穿点衣服，空调一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，我们什么免费什么维修，免费维修。这些什么设备，这些设备检查不合格，让工人们什么处理了吧？sorry，让工人们维修一下是可以的。那如果在后面根据后面的意思，我们选择什么产品？这些产品检查什么不合格？让工人处理就是报废掉，处理掉。可能是烧了，可能是扔了，可能是砸了，因为有一些公司呢，为维护它的品牌，如果一些产品是品质不好的，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给砸掉来宣传，让他们的质量非常好。OK，那这个呢是爱好与工作、家庭生活的关系。你像这个，大多数人呢，我们嘛，一个是工作要我们的家庭，然后这些一些物质的基础，住房、汽车等等啊，这些是我们生活中呢不可缺少的东西。当我们为人生道路上呢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啊。哎，你像这个帆船的话，运动还是挺花钱的，很贵的。那个人买帆船的情况也很少。那翟峰呢，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，那他们父母都不同意。那他这件事情呢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应该这样做吗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。我们来看到这个 free talk 大概有几个问题，你有什么爱好？它给你生活带来哪些好处？那对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爱好和工作、家庭生活的关系？举例说明，如果你的爱好影响你的正常工作时呢，你会怎么样？比如说你的爱好比较花钱。但你也赚不了那么多钱，你可能，你的女朋友，或者你的以后你的家庭，对吧？你这个爱好如果很花钱，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现在的爱好是你的工作吗？有些人呢。我还是比较幸运，I'm so happy。我的爱好呢就是什么，分享，share，也喜欢 teaching，所以我作为一个 Chinese teacher 呢，I feed back my passion。我非常开心啊，所以呢，对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像我这么幸运，对吧？爱好呢，就是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爱好，很难得啊。OK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在 one-on-one lesson 上面呢，我们再继续讲。这是我们的主要的 part 啊，in one-on-one life。OK，如果说你是翟峰这个写作，如果你是翟峰，我会不会？
会卖房子啊，卖车呀，去这个啊，你要写一篇短文，at least 100 character，OK，那今天呢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学习内容，大家有问题呢发消息给我，我是 Teacher Abel，see you。